假如全世界都是我妈，这节自习课没老师真好，想干嘛干嘛，想吃，想吃啥吃啊，喝一包酸奶。别急，小姐，别急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好我接住了。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大的人了。我昨天睡觉着凉了。那你睡觉的时候就不会好好盖着被子呀？来，行，用力呀。再学一下，用力。好了，没了。以后自己注意点啊。知道了。好饿呀。没事了。怎么了，小西？没事，亚楠，我就是太饿了。是不是又没有吃早餐？我说过你多少次，早晨不能不吃早餐，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了，今天就来的路上没买到。真不让人省心，正长身体呢，你等着。早餐已经卖光了，吃点香蕉，喝点酸奶吧。行行行，下次不能这样了。好，真不让人省心。老师，今天的作业好放这吗？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你看看你自己的衣服。哎，忘记了，来我帮你弄。扣子扣上。这都扣上太热了。小姑娘家的要穿的规矩一点，来我帮你系上啊。哎呀，把衣服塞进去。哎，我自己来就行了，不用你动手。真不让人省心，这么大人了，天天跟几岁的小孩子似的。哎呀，你头发怎么那么乱啊？乱吗？可能刚才被风吹的了吧。哦，上一节课渴了吧？喝口水。我不渴啊，我教室里也有水。我就买两个鸭脖，多少钱呀？5块钱一个，10块钱两个。好，一钱。等一下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会过日子呢？那有10块钱四个，跟这10块钱两个的一毛一样。行了，鸭脖拿走，别给钱，水也带上，多喝水啊。哦，想吃什么再来。